temps. Quelqu'un. C'est temps, c'est temps.都拿都拿往死要塞。上次一个网友给我留言说的，美国的一本杂志，评选，或者是报纸评选，就是世界宜居的一个10个地方还是20个地方，想不起来。槟城是。 就是再选，被评选上，no surprise 啊，槟城真是非常非常安逸的一个地方，非常舒适，而且它节奏非常慢，你感觉到就是很放松，而且它天气也是非常宜居的一个地方，这个地方，兴州桥、兴里桥都在这一块。 今天才知道，杏里桥在这一块。哦，杏里桥，杏里桥，杏里桥。<笑>但是我前两天看那个一个网友，他留言说，槟城的房价是整个马来西亚最高的。后来我打听了一下，确实是。 这个槟城的房价在马来西亚可能是最贵的。他在《The Price of the Property》here 九皇大帝，真有一个，走的太快了。啊，这个。Darling, go to French side. I want to see. Yeah, okay. 就这里。九皇大帝。 What's that? What's that, Luna? Where is it? That? Yeah, put her in the back with you, please. Come on, Luna. Come on. We'll go down. Okay. Get it now. Am I allowed to move now? This is like an Indian temple. Yeah, Indian. Pocket's closed. Mm. Ok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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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ay.
就是印度寺庙，然后中国的寺庙，马来西亚特别近森林，它的这个传统文化哈、啊，保护的特别好、啊。Yeah， 嗯嗯，好漂亮。保佑大家健康平安，年龄越大越现在就相信这些。今天早上我们去给 Luna 打预防针，打第二针，上那个宠物医院去给他打针。打完针以后，Tony 在等着结账，还有买的给他买的，洗耳朵的啦，那些就是结账。然后我就带着 Luna 去出去大小便去了。然后我在路上的时候，我在那个小路的时候 ，Tony 的车就来了。来了以后，我进去，带着 Luna 进了车以后，我就拿了一张湿巾纸，我就给 Tony 一个，这是我的习惯啊。我们上哪儿去以后，就拿湿巾纸先擦擦手。然后我上车了以后，我给 Tony 这个湿巾纸，然后我又拿了一个湿巾纸给 Leo， 我说 Leo 湿巾纸，我说你擦一下手 ，Leo。我一看这边没有，左边没有，因为我看的都是先看是右边没有，然后又去用左边，又是没有。我觉得有时候他跟我开玩笑，他就趴到桌子下面。我说Leo Leo Leo，我就问 Tony Where Leo？ Tony 说 Where Leo？ I don't know。哎呦，把我吓得，我赶紧就下车就喊Leo Leo Leo，就找Leo。然后我在。回去的路上，再回就是那个宠物医院的那个这个，因为离得不远啊，Tony 开车得转一圈才能再重新再去那个宠物医院，然后我从小道中我就看找Leo，我就喊一路上喊，然后看到他车了，快到那个宠物医院的时候看到 Tony 车了，我说 Tony。你看到Leo了吗？见找到Leo了。他当门一打开那一瞬间，我崩溃了。那个窗户打开那一瞬间，没有，又没有Leo。然后我当时就哭了，Leo就哭了。然后Leo从这个车座下边起来了，这Leo在下边躲了。因为什么？因为Tony 和Leo结完账以后。他们俩上车了，然后 Tony 不知道 Leo 下车想喊我，结果他把车开走了。我们分头找 Leo 的时候， Tony 回宠物医院的时候，人就已经给那个宠物医院的人就给 Tony 打电话了，说的你儿子，你把你儿子丢了。I talk about story. We lost Leo before. 然后Leo还行，他看他爸爸把车开走了，因为他爸爸觉得他在后边坐着呢，就把车开走了。然后他就找那个宠物医院的服务的人，然后你给我爸打电话，让爸回来接我。哎呀，虚惊一场，我吓坏了，真的。I think it's all for me. Actually, the second one.Thank you, my cold brother. Very nice, really very nice. This is in the Italian restaurant. It's very nice, please.